Hello， 大家好，轩哥。咁啱过完呢个3月嘅社群日啦，咁话咁快咧，官方就宣布咗4月嘅社群日啦。咁同之前咧网上推测嘅一样，系呢个嘅波克基股啊。好啦，2023年4月社群日就喺4月15号星期六下午2点至下午嘅5点，波克基股出现机率系会提高嘅。咁有色围板咧可以追嘅。咁喺晚上10点前啦，将波克基股进化到波克基斯就可以学到波导弹嘅特殊招式，咁都系呢个社群日招式嚟嘅。咁波克基斯咧本来都系喺团体战啊 PVP 都一个唔错嘅战力，咁今次咧有埋招格斗系招式啦，波导弹咧就可以作为反击一下啦。咁当然都唔少都有港币8蚊台币33美金1蚊嘅社群特殊调查散播幸福嘅。咁旋转某一站开启友情礼物，喺游戏商店购买咧都会获得到活动主题嘅贴图。今次咧系会有个限时嘅调查，咁完成咗之后就系获得到5个嘅神怒之石啦。咁俾啲神怒之石嚟做乜呢？就系由呢个波克基股进化到波克基斯咧必须嘅一个道具嚟嘅，同埋咧都需要100粒糖果咧先可以进化到嘅。咁当然啦，社群都有啲田野调查嘅，咁可能有啲星沙子啊、波克球啊、波克基股啊呢都有嘅。咁今次咧系波克基股嘅社群日，咁但系咧佢嘅 BB 仔形态咧，即系佢退化形态啊 ，Baby Pokemon 嘅小翅蛋咧，咁喺活动期间扭到嘅2公里蛋咧都可以孵化到佢嘅，咁佢都有色围板噶啦。咁除咗可能追下波克基股嘅色围板咧，都千祈唔好忘记咧去孵一孵蛋啦。咁前一日都最好清下啲蛋嘅位啦。咁佢嘅色围机率咧都系同社群一样嘅。咁捕捉宝可梦系糖果双倍嘅。咁活动期间咧放入去孵蛋器嘅蛋咧，行走距离系会缩减为1/4嘅。咁捕捉到嘅宝可梦咧，获得糖果 XL 机率都系会双倍。使用分享话仔引力模组效果3小时，拍照 Grab Shot 有机会遇到波克基股最多5次。咁喺晚上嘅10点前咧，当日最多去进行2次嘅特殊交换啦。咁常规社群日咧必定会有嘅社群后加码团体战啦，咁注意翻咧系无法使用远距离入场券。咁就喺当日嘅下午5点至到晚上嘅10点，会有个特别4星团体战，咁头目将会系波克基股。咁获得嘅奖励咧就会系道馆周围都会出现波克基股啦，30分钟。咁色围机率都系同社群一样，咁呢度就咁样简单讲一讲啦。咁我自己咧就十分之期待啦，除咗可能期待4月嘅社群日咧，我更加期待嘅咁就系5月嘅社群日啦。咁之前睇网上推测咧，外兽中咗，咁波克基股都中咗，咁嚟紧5月咧，咁如无意外就系佢噶咯。好啦，咁大家对于4月嘅社群主角又满唔满意呢？咁大家记得赞好、订阅、分享、follow 阿月轩哥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